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陈美官，欢迎收看今仔日三月三十号的婚礼新闻。四月五号就是清明节了，每年这个时间，大部分的家庭拢会安排祭祖活动，所以烧金纸量就会来增加。因此，好不定公司也开了550万的资金，伫回来处火葬场增设环保金炉，后来将祭祖举办礼仪的民众会当集中来烧金纸。镇长丁学忠表示。自此以来，若是会当减少空气污染甲火灾的发生，对民众来讲，阁毋免来下烧气了。清明节前后，真侪人拢会准备水果甲金纸做摆祖先。但是你敢知影，咱烧的金纸数量事实上非常的可观。因此，后壁顶公所都伫回来厝火葬场增设一座环保金炉。金炉一启动运作，每点钟会当处理250斤到300斤的金纸。两份这样啊，两份。那个一份特别公平啊，一份那个地藏王菩萨。您感觉安怎？感觉真有环保啊！来遮祭拜祖先的民众，免搁再一张一张烧金纸，搁爱下烧开。现在只要全部集中起来，提到环保金炉，就会当做一摆烧掉。有看过这种环保金炉吗？没有。啊，觉得这个怎么样？OK 了。你觉得它有什么好处吗？这样子应该是比较环保吧？环保金炉哈，拢总是用到550万的经费。一点钟会当处理到250公斤的金纸，不过但阮试用当中吼，阮发现到会当处理的金纸唔那么250公斤吼，拢总差有300公斤吼。过来咱的清明节吼，咱使用诶祭祖的金纸会非常侪吼，所以但阮即马来试用这个环保金炉吼，会当确实。解决掉空污的问题。即透过吼，即个科技啊，家净化啊，让即个空气出来是好的。吼啊，我知即对大家的环境啊，咱居住的环境吼是上赞的。有了这种环保金炉，那边有小物件产生的 OM， 透过边啊这座过滤设备，将高温降低转化成水汽排出去。整套的燃烧过程是安全佮便利。公司也计划增设第二座大型的环保金炉，让纸钱集中烧是降低空气污染的头一步。今年。我们会规划讲吼，用一座超一点钟会使处理500公斤的，吼啊未来就针对咱的庙宇也好，拢会使接受申请，因庙宇祭奠啊，因遐金纸要烧的，拢会使接受因申请。啊，搁一项就是阮好尾中元节，吼，这是拢咱全国的大的节日之一吼，是搞起金纸嘛真济，阮嘛是来应应着讲吼，我都处理咱好尾。中原普渡会七区中原普渡会因所产生出来的金纸，烧金纸是真侪东方国家的传统。不过，这唔但对空气不好，对咱的身体也有长期的影响。好不定公司唔忙甲民众徛做伙，让环保金炉带来便利的同时，也当为环保尽一份心力。记者林伟，差不多。